这是勇士之珠，它会保护你的荣誉和勇敢。那时跟一个人聊天，说《海角七号》我看了三遍，他说我也看了三遍，对话终止于此。有人喊《海角七号》吹响台湾市场复苏的号角，单看票房数字似乎是的，后来那些年窜上本土票房榜的大多也是青春爱情片，基本也只在本土消化。你看我的海角水现在就快笑容老一点。记录访谈十年再见杨德昌，给魏德胜讲的时间最长。海角七号爆红时，人们说他是杨德昌的弟子，显然寄予厚望。赛德克巴莱也没让人失望，是因为有赛德克巴莱才有海角七号，不是有海角七号才有赛德克巴莱。再后来，等一部魏德胜导演作品比等我更新难得多，完成一个作品如果太耗费心力，会后怕而本能逃避。52赫兹相片前，小燕之夜办了一期《海角七号》同学会，茂博走了，大大长大了，主演们中年了，沉稳了。海角带给他那么大的一个成就，然后他没有变。如今又过了几年，你还是没变，可能日语讲的会比茂博好一点。你和经过的人，总心怀不合拍的期待。你听着人们破口大骂，安然前赴后继。我操你妈，台北！以前还有时间看看小导演失业日记，澎湃着雄心，没想到这么快走到他曾经的路口。可是你的心也不再澎湃，没有了想证明什么的冲动。他抵押房子拍出《海角七号》，可在这个圈子，你是不是听过太多抵押房子撒光积蓄，最后默默无闻，没入海里？喜欢《海角七号》的人一定也很喜欢他的音乐。台湾流行音乐已经逐渐褪去荣光，失去曾经的影响，台湾电影也是。歌曲最后添点原住民元素，只是创作的心意。后来这些年，民族与地区主义的演化似乎有点过了。海角七号可能是个号角，也可能是个总结，是台湾电影、台湾流行音乐的总结，也是台湾人情社会的一个总结。那是海角七号给我的触动，现在有些麻木了，把它理清楚也是我对自己的总结。问问自己，你在什么时候爱上这部电影？爱我，请你让我疯狂一次。在托木口指着月亮发酒疯的时候，那是头像用的都是田中千惠的剧照，那是最喜欢这样笑容治愈的女生。为什么现在你看周围的人都很冷漠，也不知道冷漠的是人们还是你自己？如果你有看到他的时候，告诉他精彩。在大大亲老马额头的时候，想必那时还侥幸，世界忽然的一丝慰藉。在马拉桑抱起柜台小姐的时候，在无乐不做副歌，每个人都开始抢麦的时候，天气疯了，海水疯了，所以我要不得不做，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，当梦的变成真。听中校界的 Koi抱吉他练国境之南，在 KTV 唱 I Believe 放声，是多久前的记忆？时间越久，越能感到什么都有保鲜期。都什么年代了，等到老，情书再动人，是不是也迟了？你太早就不愿相信
一个心死的人还能救。创作者也有个保鲜期，那个时期过了，你对世界，世界对你的热度都退了。最喜欢海角七号的时候不说，现在他一眼选中想听了，你反而忘了该怎么说。角色多，而且每个角色都很鲜活，适时先放点轻松的抓眼球的元素，有梗的对话层出不穷。哨子吹到马路还被车碾，回去找麻烦就更自然了。大大看到三胞胎总喜欢上去掐一下，这样的细节点很暖。要是缺少生活体验，很难编出这些桥段。故事走向跟角色们练习演奏一样渐入佳境，在海边喝喜酒的夜晚是个小铺垫，最后上台表演迎来完美的释放。总有人说电影讲电影的，你讲你的，通常我嘴上不反驳，但这次我不保证我讲的每句都跟电影有关。我写了就删了，海角七号不难懂，我能给的很多人能给的更多。你为什么要欺负我？别人的电影看得再透也只是纸上谈兵，多久没看见彩虹候鸟心有所动，多久没感受这样温柔的夜，在海边的月色下唱着歌。说温柔的有很多，温柔有什么用？有点怕，回家的路上会忍不住。这样的爱情电影让你学到什么？重拾最初的感动，可能需要一个人的夜，给自己创造带入爱情的氛围。这是孔雀蜘蛛，它会守护着你坚贞不移的爱情。走出电影院，什么也没变，时间的包袱，审核的包袱，版权的包袱，离了电影都还在那里。为什么人们只在电影里喜闻乐见淳朴可爱的他人？人们比电影里聪明，还是觉得现实的人生比电影里沉重？这可能是不需要问的问题，仅仅是你对人之常情的理解能力已经退化到默契，你麻木到甚至不能理解老人家单纯的想要上台表演。人情社会还没走远，冷漠的路上你在最前面。潮風よ、なぜ泣き声を連れてやってくる？人を愛して泣く、嫁いで泣く、子供を産んで泣く、君の幸せな未来像を想像して涙が出そうになる。他们在爱情里困惑，或者在家庭里困惑，而你在困惑的习惯里得过且过，不再留恋任何终止的对话，也没见你能过得好一点。留下来或者跟你走。都快忘了关注田中千惠和范逸臣有没有在一起了。你的爱情没有长跑过，有些话你没有机会说出口。本来的标题是九个字从未说过，说了没用，还是减少一点主观吧。世界在变，人在变，恒春，多好的名字。